感情世界的崩塌让情绪也跟着支离破碎，如何从回忆的泥淖中脱身？韦礼安去年底写出这首 RIP， 再次登上日本700万订阅的音乐平台 The First Take， 一镜到底不 NG， 相当考验实力。副歌几乎都是高难度假音，但在后段有点突贼，顿了一下，随即调整声带状况。网友力赞 Life 功力没话说，反而让情绪更浓烈。靠近了，相信了，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。两周前挑战的夯曲《如果可以》已经缔造近200万次点阅。不止超越 TOBOY、铃木伸之等日本歌手，大陆首位登上同频道的歌手苏瑞琪，一个月点阅率也只有韦礼安的一半。而近期新婚的他，惜病也在魏如萱 IG 曝光，感情事业两得意，能见度有多少，更看实力和魅力。近期推作品的薛之谦新单曲也是带浓烈情感往死里唱。就像歌词说的，不论暴雨侵袭，灵魂挣扎，只要义无反顾，光的方向就在不远。营造歌曲意象，薛之谦从主歌呢喃到后段的滚喉音，听感反差更撕心裂肺。实力派的诚意之作，音符打动人心。TVBS 新闻周一峰，张柏君台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，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